会正当午，大小屏互动，融媒体视角。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北斗看两会。两会进行时，互联网科技企业家们集体来到聚光灯下，人工智能、产业互联网、物联网、智能教育、5G 通信技术等成为高频词汇。是的，我们一块去看一下。我觉得4G 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我相信 5G 带来的变化会更大。其实 5G 的话呢，它不仅仅是对智能手机和通讯行业的影响，我觉得它更大的影响是在 IoT 领域，就是物联网。它连接速度变快以后呢，更重要的是呢，它的连接的及时性，它的稳定性大幅度提高。互联网在早期创新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商业模式和用户体验的创新，所以看到了互联网颠覆了很多行业。但是在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和工业制造和这个交通运输和这行业结合的时候，我觉得不是一个颠覆的行业，而是一个必须相互合作。每个人上网时间的这个增长也是有天花板的，甚至有一点零和游戏的这种意思啊。我如果在这儿花了一个小时，在那儿呢可能就花不了那么长时间了。那么增长的动力来在哪？那我觉得增长动力就是来自于技术，技术红利其实才刚刚开始。两会正当午，我们新闻继续。接下来呢，我们要认识一位人大代表。他是一位技术工人，也是一位研发专家。对于工人的职业资格晋升，他有自己的一番见解。我们一起来去听一下。1967年出生的陆新弼是从发动机装调工岗位上成长起来的研发专家。入场时，他只是技校毕业的一名钳工，通过个人的自学奋斗，成为了行业内的技能大师。去年全国两会上，陆新弼提出的两个建议都和一线产业工人有关。今年他关注的点更为具体，有关职业资格等级晋升。作为一名一线工人，陆新弼深知职业资格等级晋升关乎产业工人的切身利益。国家目录有的就是汽车修理工，我们这个发动机装调工和试验工可以向汽车修理工上去转化。你让我从头去学，从头去考，而且是从低级别再往上面升，有些人已经就是年龄很大了，我只有放弃，我再去考，等我升到我现在这个级别的时候，可能我已经退休了。在过去一年的调研走访中，陆新弼发现工友们的担忧在装备制造业普遍存在。在参加全国两会期间，陆新弼积极与其他代表探讨完善自己的建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汽车产业是国家重点支持的制造业，应在汽车领域上适当地增加职业资格等级认证的这个试点工作，给技术工人一个良好的发展通道。本台记者北京报道。今天的两会正当午就是这些，明天呢我们会继续来关注全国两会。是的，说天下，我们就来继续来说雷锋。雷锋是全国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他以短暂的一生谱写了无比壮丽的人生诗篇，竖起了一座令人敬仰的时代丰碑。辽宁广播电视台历时17年，足迹遍布辽宁、湖南多地，以时空交错的方式进行非常讲述。是的，通过对雷锋生前的亲友、工友、战友的大量深入采访，还原了一个可爱、可敬、可学的真实雷锋，探寻伟大雷锋精神形成的人文轨迹。今天我们一块来收看《你的样子》第五集《榜样》。雾茫茫的远方啊，你知道这是与故乡永远的诀别吗？道路就这样选择了，那一瞬，你掉泪了吗？检票口涌进了一群男女青年，他们就是辽宁鞍山钢铁公司在湖南招收的新工人。鞍钢招工小组在长沙火车站把60多人编成了3个小组，雷锋被指定为第3组组长。为什么他的个子很小还信了他的理由呢？就是他看到他很关心我们这些人。我们来说哈，都是17、18岁小孩，我当时是个学生，我看着我妈妈那眼圈都红了，舍不得，你说我也控制不住自己，我还无知苦，所以他就过来说：“大娘，你回去吧，
那个我们这些人呢都是到安岗去的，我们会互相照顾，互相帮助，你放心吧。那个胡子山生房来一五千一生，他个子小点了，这有些人还开玩笑，你小女的等着小，还有女的等着头是一起小一些。雷锋这个时候手里拿着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但是我还不知道那时候什么叫钢铁怎样是怎样炼成的。哎呀，还没有到安岗就看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了。雷锋想笑也没笑，但是我也不懂啊。雷锋说这是炼人的书，是炼人的思想意志。第二天清晨，火车到达武昌，因为换车逗留七八个小时，雷锋他们去看武汉长江大桥。是我到长江大桥又停了一两个钟头，他又到长江大桥来到休息还照个相。站在江边仰望这座钢铁大桥，雷锋为自己将制造钢铁而顿生豪情。天安门金水桥前，雷锋仰望毛主席像，伫立良久，没人注意这个年轻人眼里的泪水。我就到个天安门去看毛主席，一看到那块子呢，一个呢照相的，照相的呢才一个摩托车，那个时候我们还没看见过摩托车。从南方到北方啊，哎呀，那看到祖国的建设太自豪，也真正感到党啊，真正引领，真正伟大，领导全国人民，把我们社会主义建设这么好。列车员在大喇叭里通知旅客，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中心鞍山车站到了。年轻人激动地站了起来，雷锋第一个下了火车。说一下，我们就来说数据。现在每年都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大数据、大调查，每每都会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那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这是从2006年开始的，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家统计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发起。对，通过中国邮政遍布全国的网络，每年对我国100多个城市、300多个县的10万家庭进行入户问卷调查。咱们来分享分析一下今年的调查数据。2018年有一半以上的受访者感觉生活幸福，而这一数字比上一年提升了6.81%。这也是自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中国百姓整体幸福感最高的一年。还有一个我们大家伙儿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就是挣多少钱感觉自己幸福？老杨问你呢？哦，问我呢？挣多少钱感觉最幸福？这还用问吗？当然是挣得越多越幸福了。那真的不一定，啊、因为有一句话说得好嘛、哦，钱少了是自己的，钱多了是大伙儿的，对了，再多了是社会的，再多了就是人类的。因为钱多了，其实责任也就更大了。大概是这么一个道理哈。我们来看一看大调查这个数据给出的结果吧。哎，个人年收入在12到20万元的受访者幸福感最强，看来幸福指数跟收入之间的黄金分割线就是中等收入群体。挣钱和享受生活有一个平衡点存在啊。仅仅有钱和有闲还不够，那努力的程度和幸福感指数呢是完美重合的。对，感觉自己工作很努力的人的幸福感指数达到了51.51%，就是爱拼更幸福。幸福，爱拼更幸福。不过我觉得这个挣钱多少呢，跟这个居住在哪个城市也有很大的关系。您比如说年收入12万，在上海是足够基本生活费用的。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大调查专门发布了2018至2019年度美好生活指数最高的10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榜单。这10个城市分别是南京、长沙、合肥、广州、昆明、呼和浩特、重庆、海口、郑州和银川。数据这个东西你发现没有，就是分析起来真的挺有意思的。是啊，为什么是这10个城市上榜呢？我们就挑几个说一说啊。拿这个河南郑州来说，俺们对各方面都比较满意哈，都中，就是中中中中就是信心的表现。
是啊，那个不是吗？大调查发现，这个河南郑州的收入信心从2016年开始呈上升趋势，两年累计涨幅高达10.84%。那郑州市民的幸福感呢，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将近4个百分点。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啊？就是城市的均衡发展让大家感到很幸福。走啥来发展才幸福哈？刚才的榜单里边，我发现广州是唯一上榜的一线城市。对，调查就发现了，广州呢在住房保障、学校教学质量、学生减负、课外负担管理、包括养老保障、物价水平以及生活成本等民生方面比较突出，广州市民满意度因此是普遍高于北京、上海和深圳。看来这个幸福也是比较出来的，是不是？如果非要比一比的话，其实我们还可以说一说这几年的网红城市重庆，颜值高，气质佳。重庆的噻，最关键的是天天能吃冻子火锅啊，这馋嘴巴，天天能吃肉。哎，就想着吃是吗？人家重庆百姓是这样说的。咋子讲的？他们对于物价水平、生活成本、房价调控、住房保障、交通状况、空气质量都是相当满意。是啊，就别说别的，咱们的《说天下》里边也没少报道过重庆的变化。嗯，特别是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体系，让我印象深刻。甚至一些呢穿楼而过的轻轨，都成为了网红打卡地。所以说，城市环境就是竞争力，就是幸福感。其实幸福就是每天踏实、平时有滋有味的生活。对了，今天呢是农历的2月初2，从风俗上来说，今天有剃龙头，还有吃猪头肉的惯例。剃龙头也叫龙抬头，吃猪肉呢也有一年独占鳌头的美好意义。对，所以每到2月2哈，这理发呀，还有熟食市场啊，都是绝对的一年当中最火爆的一天了。如此热闹的场面，咱必须跟着搅和搅和，不是参与一下。下边咱们就跟着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2月2龙抬头的热闹景象。按原来那样点呢？啊，行。他叫李金玲，是这家百年老店孔雀理发店的店主，接管店里工作的40年来全年无休。对他来说，剪头这件事儿已经不是个营生的职业，而是一份手艺的传承，顾客也都是回头客。平时这家店是早上8点开门，临近2月2这两天，李师傅将开业时间提前了1个小时。过了15，人家开始上了，要求老习俗的还是多。咱哥这理发店剪多少年了？大约在35年吧。您今天是几点过来的呀？8点多。今天行，早点来赶第一波了，先没赶上。赶上这中国人都是这个传统嘛，赶上2月2嘛，就赶上这个10号，都想凑个热闹。然后呢，剪完头感觉换一下发型，心情也不一样，特别高兴，特别好。皮管子冲头，老转椅当家，一把100多年的刮脸刀，刀背上也长了老年斑。年复一年，这里最吸引人的不仅是厚重的年代感，更是浓浓的人情味儿。2月2这天，除了简单的将头发剪短，还有很多人想来个发型设计，换个造型，也换种心情，讨个好彩头。我就是来这个店里头想染个发，焗头，又剪又头，也是给自己带来美，自己看着心情也好，就想图个吉利嘛。据店主韩雨生说，这些年2月2当天来剪头发的人每年都在减少，大家都会合理的安排时间，适当避开高峰。我们这个行业最近这几年，基本是正月里边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其实还是很多，就是不一定非要2月2那天剪头，是这样。每年的2月2应该是还是比较辛苦的，从早上8点一直干到，基本上要是生意比较火一点的店，都得干到后半夜。在沈阳一家熟食店门口，长长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刚烀好的猪头肉还来不及凉一下，就被一盘接着一盘的端上柜台，一眨眼的功夫又被分装进顾客的口袋。给我爸买点猪头肉，然后那个不是有这种风俗吗？然后说2月2吃猪头肉吗？举龙头抬龙头，所以就给这家里人排队买了点猪头肉。我坐飞机上香港，我说带香港去，我大姑姐在香港，反正爱吃我都买点啊，给他带去。为了应对2月2的销售高峰，这家熟食店的店员们提前了1个小时上班，早上5点就开始制作，7点半就开门迎客。正常的话，提前得有半个月左右就开始备货了，然后呢，这不是2月2嘛，每年其实都这样，2月初1、2月2这两天会特别忙，因为大家都比较注重这个节日。然后我们的货源呢，备的也是够，都充足，就是，排队的顾客都能买上。
不常买猪头肉的朋友，挑选常识了解一下。首先看颜色，不要太红，那是色素的功劳。第二要闻味儿，霉味儿或刺鼻的香味儿都不正常。如果您想买真空的猪头肉，就要看好生产日期了。记者孙军、童浩报道。呀，说的馋呀！俗语说这龙不抬头天不语哈，所以呢龙抬头是复苏跟吉祥的象征。剪剪头发，吃一点猪头肉，这些习俗寄托了我们骑龙赐福，包括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我别都没有愿望，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吃点猪头肉，吃点猪。面对着如此火爆的市场，相信新的一年肯定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嗯，晚上我也整点猪头肉，整点小酒，超超热闹。好啦，就来说我最新消息。吃点。说我省今年计划在新民市台安县灯塔市铁岭县建设110万亩黑土地保护示范区，集中展示黑土地保护技术和实施成效，确保黑土地不减少不退化。目前试点区域的土地耕层厚度、有机质含量均超过了项目要求。说今年我省将在二次供水管理、水质监测和管网改造等方面加大整治力度，全力把好居民水龙头水质安全关。目前各地均建立了水质三级检验体系，对出厂水进行106项水质检测，每月对出厂水进行常规42项水质检测，每日对出厂水进行饮用水10项指标检测，保证老百姓喝上安全水、放心水。说今年沈阳市将在至少60%，大约260所中小学以及至少500个小区以多种形式试点生活垃圾分类，并将不断扩大试点范围。据了解，沈阳市目前垃圾日产量超过7000吨，早在2012年就提出了垃圾分类，并逐年在学校、街道等区域扩大范围。说沈阳故宫百姓最喜爱的三件文物评选活动正式启动，本次评选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公布参选的100件文物信息，时间为3月7日；第二阶段为群众票选阶段，时间为3月8日至6月7日。第三阶段公布结果，将于6月8日向社会公布票选结果。市民可以通过沈阳故宫博物院官方微信平台投票，选出自己心目中最喜爱的3件文物。说大连保税区管委会印发《大连保税区主体资格与经营资格改革实施方案》，在东北首家推出证照同步新举措，证照同步即主体资格登记和经营资格审批同步启动。经营资格的审批申请可以在主体资格登记的同时一并提交，相应业务审批部门同步启动审批程序，为企业提供了更加高效便捷的服务。说丹东市广泛开展老年体育进社区，说我省今年计划在新民市台安说近800余人，目前已在各社区建立活动站点2600多个，健身队伍达10000多支，组织各老年体育健身分会的国家级、国家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深入活动站点，利用晨练、晚练时间教学，提高群众健身技能。刚刚我们说了哈，今天是3月8号，国际劳动妇女节。在这里再次祝全体女性朋友们节日快乐！嗯，快乐，快乐啊！谢谢。对，接下来我们要说几个这个新闻啊，都是以女性为主的。是。先来说这位，因为自己的一个举动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特别朴素的道理，就是好人有好报。对啊，有一个女大学生在求职途中救了一个摔倒的老人，结果被用人单位是免试录取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嗯、这个用人单位呢，真是有眼光啊！我们来。详细说一说这个事儿的经过吧。眼下正是求职的黄金期哈，河南大三女生叫做靳金子，在一所医学院学习护理专业，今年6月份就要毕业了。最近呢，她看到当地有家医院正在招聘，就去医院报名递了简历。在医院报名返程途中呢，小靳看到一位骑着3轮车的老人是连人带车翻倒在路上，因为自己是学护理专业的呀，那就过去看看老人怎么样了。她发现老人意识还是挺清醒的，只是一直在说头晕。按照学医的经验，小靳同学就检查了一下老人的身体，发现老人没有外伤，初步判定他有可能是高血压。担心老人着凉，小静就把老人3轮车上的垫子垫在了他的身下，并且给老人戴上了帽子。小静救助老人的这一幕呢，也正好被路过的人拍了下来。嗯，当时小静担心老人陷入昏迷，他一直握着老人的手跟他说话，一直到救护车赶来，前后有一个10几分钟吧。后来路人将拍摄的小静同学救人的视频发到网上之后，有不少网友点赞。而且你说巧不巧，当天小静应聘的那一家医院的院长也看到了这一段视频。嗯，院长还说，有这样的好品
品德，何愁工作没有作为？是啊。当得知小金同学刚好就来医院应聘了，他当即决定要破格免试录取小金。这话说得太对了，有这样的好品德，何愁工作没有作为？特别是医护人员，救死扶伤是天职，这一点小金同学很称职。对，当得知到自己受到那么多人的点赞，小金说当时看到老人倒在地上的时候也没想太多，就想着说赶紧把人给救下来，而当天还担心自己经验不足耽误治疗呢。录取小金的医院表示对小金的学历、学习成绩、身体状况等都挺满意，等他入职之后呢，将同所有的正常入职的同事一起经过培训、轮岗等环节，最终分配具体的工作岗位，相信小金同学肯定能把自己那活和工作干好，是做出成绩，我们来祝福他。好嘞，这是国际劳动妇女节，我们多说点女性的事儿哈。接下来关注的这位女性呢，是美国的一位老奶奶。最近老人家火了，前几天她去冰岛玩，竟然爬上了一个活动的大冰块。这老太太上炕，锦州周冰块扔起来，然后这老奶奶就飘走了。对，走了。就是当地时间2月25号的事儿哈，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吧。图片上的这二位呢是美国女生凯瑟琳·施特伦跟她的爸爸。哎，而这一位呢就是故事的女主角了，凯瑟琳的奶奶叫做朱迪斯。这奶奶长得真有福相啊！朱迪斯奶奶77岁了，跟着儿子孙女啊跑到冰岛去体验北欧风情。刚开始啊都挺顺利的，直到他们来到了冰岛最大的冰河湖，叫杰古沙龙湖。在那片钻石海滩上，奶奶走着走着，哎，就看到。到了一块长得好像国王宝座的大冰块，就说我想坐上去拍张照片。别拦我，我必须上去、奶奶也有一个王后梦啊。儿子觉得没什么呀，于是就拍下了这平静祥和的一幕。对，可就在此刻突然发生了一个不得了的大事儿。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大浪突然打了过来，直接就把这块冰冲到了海里。他问题是王后奶奶还没来得及回来呀。对呀，等儿子再次按下快门的时候，发现奶奶已经离他8丈远了。8丈远，又过了一会儿就16丈远了。哎呀，我闭着眼睛都能够想象得出岸边这爷俩得有多不知所措，这怎么办啊？这奶奶飘走了，好在王后奶奶人有运气啊，一位来自佛罗里达的船长，好巧不巧啊，就来到看到这过程啊，对，他火速施救，把奶奶毫发无伤的就给追了回来，带回了岸边。这是有惊无险的一天哈。是。这过后呢，凯瑟琳把爸爸拍到的3张珍贵的照片发到了社交网站上，网友们都乐坏了，说：“你看奶奶在漂流的时候，看上去好。”淡定啊，是吧？还努力保持着平衡。对啊，当时当然也有这个严谨的网友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奶奶的儿子到底呼救了没有啊？为什么这种情况了还在拍照啊？事后快乐的朱迪斯奶奶还接受采访，讲述了这段经历。嗯，我们来听一下。So it was shaped, like an easy place to sit. You can tell by looking at the shape of it.And I thought, well, that looks like fun. But when I got on, it started to totter. And a wave was coming in, a very large wave came in and made the throne kind of rock. And I could tell that I was slipping off. I don't weigh very much. So it was a little easier to float off with me, I guess. I've always wanted to be queen. I mean, come on, that was my chance. Oh, it's my chance. 奶奶真的很幽默。我不是很重啊，所以很容易就飘走了，不是吗？这个奶奶心态真好，但是玩笑归玩笑，对吧？我想说一句，不准吓唬老太太。有冰岛本地网友提醒了，说那个杰古沙龙湖边呢，到处有这样的警示牌。对，第一个图好像就是不要爬上浮冰的意思。当然，奶奶的好心态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哈。但是这样的奇幻漂流也对其他的游客算是一个警醒吧。毕竟其他人看到这么一个宝座或者是大块浮冰，可能也会有想要坐上去拍照的想法。但是以后千万别让这种事情再发生了。是啊，不是谁飘走了都能像老太太一样飘回来的。当然，老奶奶的遭遇很奇特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招聘很诱人，各位单身的男士们注意了。接下来呢是一则招女婿的消息。百类招亲，而且非常特别啊。我国古代呢有抛绣球招婿的传统，现如今呢这方式呢估计都够呛能招到女婿了。但是下边这位却要网络抛绣球招女婿。对，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位呢就是泰国的榴莲大王。最近呢他在社交网络上抛出了招女婿的绣球，条件非常诱人，只要成为女婿候选
给钱不说，还会把家族生意交给他打理。而且最让人心动的是，人家还指明了说中国人优先。嘿，咱们详细给大伙说说这事儿啊。据报道，今年58岁的泰国榴莲商人阿农，这些天呢为自己的小女儿招婿可忙坏了，都颠线了，在社交网络上标出了自己的招婿标准，必须勤快。不抽烟，不赌博，年龄26到40岁之间，要愿意入行学做榴莲生意，而且最好是中国人。成功当上自己的女婿，阿农表示说，自然也不会亏待人家，他将会马上给予1000万泰铢，大约合人民币210万元的现金，而今后呢，还有望继承他的榴莲生意。不得不说呀，招婿的条件怎么听着跟那个招生意合伙人似的呢？当然了，我们也说了嘛，就招女婿的人不是泰国榴莲大王嘛，成为自己小女儿的女婿，那自然得对家族生意有了解才行。是，如果能力强，那就是他的接班人。选女婿当然要注意这些能力上的问题。要说他的小女儿叫坎西塔，今年26岁，跟我们中国确实有缘。他在泰国大学毕业之后呢，又在广州中山大学拿到了硕士文凭。此前呢，他曾跟一名中国男子交往2年，但最终因异国恋分手，不过她还是非常欣赏中国人的努力精神，所以选男朋友还是优先考虑中国人，不选懒的，只选勤的。不得不说，我们这姑娘有眼光哈。但是要想从中国找男朋友，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距离了。看来榴莲大王只能够招一个上门女婿，也许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你到东北来找啊，但这些都是门槛啊。所以说呢，要当上这个榴莲大王的女婿，那还得付出很多努力。最起码你得能在泰国定居啊，你得背井离乡，远离故乡啊。其实你知道，有很多网友都认为说，这个榴莲大王这样招女婿并不是一个好主意。是，因为知道了这么优厚的条件，那这个人到底是冲着他女儿来的，还是冲着钱来的呢？肯西他的妈妈也觉得这样公然招女婿，好像他的女儿没人要一样，也让女儿尴尬。当然坎西塔自己却没有那么在意，她认为说自己找丈夫有自己的标准，并不一定要像老爸说的那样要从事榴莲生意，具体人怎么样呢还得自己看。萨瓦迪卡。现在呢，这个榴莲大王除了照看生意呢，再就是接电话了，应征女婿，电话已经给他都打到爆了。这是找女婿吗？我怎么觉得好像在找工作？像这个海选似的，女婿也许还在挑选的过程当中，但是他的生意是比往常火爆了不少啊。哦，要我看，这很可能是这老头的一个营销手段。我觉得拿女儿的终身大事当广告，一般老爸应该做不出来吧。这反正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手段吧。咱最终我还是希望这个坎西塔最终能够牵手成功，找到理想的伴侣。对，最好是东北的。有缘千里来相会啊！接下来是有最新消息。中国公安部7日通报，从去年2月开始，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为期10个月的净网2018专项行动。专项行动期间，共侦破网络犯罪案件57519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3668名。中国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我国江南、华南等地降雨将会持续，广东、福建局部地区还会有暴雨出现。北方地区随着冷空气影响趋于结束，气温将回升。说张家口市政府消息，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76个场馆和基础设施项目将于明年8月底前全部完工。目前76个项目已开工67个，完成了4个。说2019中华龙舟大赛7日在海南万宁拉开战幕，今年赛事分站数量扩大到了8站，新增1000米往返赛项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使用全新 4K 技术呈现此次赛事。说泰国宪法法院7日宣布，由于泰护国党提名泰国国王的姐姐乌勒公主为该党的总理候选人，有违泰国君主立宪制度，因此决定解散该政党。宪法法院还判决取消该党主要管理层相关人员的参选资格，禁止参政10年。说菲律宾近日发布公告，禁止所有政府工作人员在工作时间玩网络游戏，违者将被施以停职直至解职的处罚。昨天3月7号，中国古生物学会在南京发布了2018年度中国古生物学的十大进展。这10个入选的课题仿佛祭祀远古地球的10封来信，封封精彩。那咱们给大家伙儿来上一张入选名单吧。这个内容涉及到了古脊椎动物、古人类、古生态与古环境、早期生命、地层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包括三叠纪聚会的基干龟类以及龟类的早期演化、改写有袋类起源的混元兽。
距今3至4万年前，人类踏足高海拔青藏高原腹地，古生物学教材、生物演化与环境等等吧，可以说是集中反映了最近一年中国在古生物学各个分支领域所取得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创新研究成果。对，比如说这次入选的三叠纪聚会的基干龟类，它为龟类特殊身体构型从何而来提供了重要的过渡性信息，填补了龟类早期演化史的关键空缺，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发现。再比如十大进展中的雪球地球促进动物演化，主要完成者郎前国在发布会现场介绍，雪球地球结束后呢，海洋初级产生力快速恢复，那导致了海洋硫化和大气圈氧气浓度的迅速升高。对，这个研究表明雪球地球的结束直接促进了艾迪卡拉纪真核生物的演化以及爆发，拉开了远古代地球系统向显生宙地球系统转变的序幕。换句话说吧，在大概6亿年前处于冰川期的地球和前一阵儿大热的电影《流浪地球》中的场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对，另外就是在十大进展第四位的古生物学教材《生物演化与环境》，关于这个教材大家伙可能有所不知的就是这本科普读物它上市之后一直是卖到脱销。这本教材由中国科学院院士荣家瑜主编，20多位一线古生物学家参与编撰，为探索和揭示现今地球环境和人类对未来深层次的演化机理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对，还有我们要特别说的就是我们辽宁的生物学家也有课题入选，由沈阳师范大学辽宁古生物博物馆胡冬女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在2018年1月15号在《自然通讯》杂志在线报道了产自河北青龙距今1.6亿年前侏罗纪地层迄今世界最早的巨不对称飞羽恐龙的发现，首次揭示了鸟类祖先不对称飞羽很可能首先出现于尾部，那早于德国始祖鸟至少1000万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衔接点。对，负责这次评选的中国古生物学会成立于1929年，到现在已经有90年的历史了，是国内成立最早的自然科学学术团体之一。自2017年开始，学会开始每年度评选和发布中国古生物学十大进展，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啊。对，因为借着这条新闻，其实我特别想多说一句。在我们的星球几十亿年的演变过程当中，有无数的物种诞生了，是啊，同时也有无数的物种湮灭，沧海桑田，岁月赋予了这些物种一种神奇的存在方式，化石。于是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奉献一生只为寻找化石的秘密。他们默默无闻，用自己的青春年华孜孜不倦地还原地球过往的印记，是他们就是古生物学家，谢谢他们对文化的传承和环境保护做出的贡献。考古工作者为了他人发掘文物，但是有的人呢是为了自己私藏文物。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一位美国老工程师，在他的房子当中藏满了秘密，有2000块人骨和5000件各国文物，里面还有兵马俑站岗，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但是据美国 FBI 透露呢，这些藏品都是老人非法所得。现在老人已经过世， FBI 正在全力清点物品，并逐个联系文物所属国进行归还。这是一波什么样的操作呢？是啊，一位工程师是如何搞到2000块人骨跟5000件各国文物的呢？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啊，美国联邦调查局2014年在印第安纳州呢就发现了有这么一个奇怪的房子。这个房子看似普通，但是走近一看就感觉有点瘆得慌，房子门口竟然摆了一具兵马俑啊！不仅有兵马俑站岗，房子当中更是藏着惊天的秘密。你说这能叫家吗？这不就是一座博物馆吗？所有的布置跟陈设都是博物馆的样式。房子的主人叫做米勒，之前是一位工程师。米勒在2015年过世，享年90岁。米勒的家里到底都藏了一些什么东西呢？简单来说呢，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文物，其中包括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前的瓷器，意大利精美的镶嵌品，还有公元前500年的中国珠宝。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房子里边还藏有2000块美洲原住民的骨头，这些骨头呢，全部来自于美洲原住民的埋葬地点。对啊，这个看起来真的是这些文物把见多识广的 FBI 都给吓到了。是啊，这个一位参与办案的探员说呢，我一走进犯罪嫌疑人的家中就惊呆了，在我的办案生涯中从没见过规模如此之大的私人收藏。但是接下来探员们都头疼了，因为如此多的文物都要找清这个来路啊，要确定就是每一件文物他们是否是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的。
所以就是要弄清楚这个米勒它究竟是什么时候又是在哪里弄到哪件文物的，可能真的要花上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够弄清。据米勒自己曾经说过，他收藏的这些文物呢有很多都是非法所得，几十年来他一直都在违法在国外和美国各地挖宝，他的很多收藏都是在二战期间来获得的。米勒说他之所以对古董感兴趣，是因为小时候曾经在家里的农场地里挖出过一些箭头，之后就一路收藏文物。经过五年的漫长调查，美国联邦调查局最终判定于2015年逝世享年90岁的米勒违反了多项条例和联邦法律，非法收藏这些物品。而对于那些美洲原住民的2000多块尸骨， FBI 已经决定把他们送回所属的地方，因为这些骨头对于部落后代来说是极其宝贵的。至于其他文物， FBI 也联络了加拿大、哥伦比亚、墨西哥等国家，将部分收藏品退回。另外我们中国也将派代表团取回文物。哇，真的很难想象凭借一己之力是如何从世界各地瞒天过海拿到如此多的文物的。文物实际是属于全人类的宝藏嘛，经典的文学作品也是人类的宝藏。对，我们接下来要说一个让不少文学爱好者颇感意外的消息。前天全球流媒体的巨头美国网飞公司宣布说，已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科斯的代表作《百年孤独》的改编权了，改编成电视剧，并且会用西班牙语来讲述这个故事。要知道这可是《百年孤独》问世50多年来第一次影视化改编。其实说到这部名著呢，相信电视机前很多小伙伴都不陌生。小说通过讲述布恩迪亚家族几代人传奇的故事，描述了马孔多这个位于加勒比海岸沿岸的小镇近百年的兴衰史。其实在《百年孤独》的影视改编权上，马尔克斯很倔强。据说他生前曾经表示说，好友黑泽明是唯一能够指导《百年孤独》的导演。所以黑泽明离世之后，《百年孤独》更是被束之高阁，任凭门槛被人踏破，他也没有在有生之年松口给任何公司改编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马尔克斯之所以不愿意出售《百年孤独》的影视版权，是因为他相信电影无法将他要表达的时间跨度表现出来。而且他也不接受西班牙语以外的其他外语改编。这次网飞之所以能够拿到改编权，据说是之前制作的《罗马》证明了他们有制作优质西班牙语影视作品的能力。还有就是马尔克斯的儿子跟兄弟都将成为该项目的制片人，而且他们俩本身就是很有名的导演和编剧，出品过很多优秀的电视作品。哎呀，有了他们俩把关呢，估计这部电视剧应该更值得期待。对，毕竟《百年孤独》作为一部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其中的很多场景和故事情节都充满不可思议的成分。其实回望过去被搬上荧幕的文学著作真的数不胜数。是，今天我们的畅说天下就借此契机来回顾一下那些被改编的经典。普及推广，一改成名。是啊，希望马尔克斯的儿子们能够不负众望，把你家老爷子的作品给经典重现了。是的，网络时代哈，我们说南美洲的名著可以在我们中国引起广泛关注，而中国的作品呢也会在遥远的异乡走红。是啊，大约在一个月前，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的一处地铁站，一位老年的华人趁着等车的空档呢，无聊干点什么呢，突发奇想，掏出毛笔蘸水，在站台上写下了一首枫桥夜泊。我们来看一下吧，就是这个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首诗是唐代诗人张继写的，原名叫
夜泊枫江。后来呢，有人给润色了一下题目，改叫枫桥夜泊。但是加拿大人哪知道这个呀、那就是觉得看起来很新鲜、很稀奇、好看。看不明白不要紧啊，先拿手机录下来再说。发到万能的网上，没准就有答案了。蒙特利尔当地的一家媒体一看这个好啊，立刻转发报道。这家媒体的编辑说，蒙特利尔以其艺术氛围而闻名，因此呢，听到有人在地铁站上写下了一首诗，他们并不感到惊讶。但当他发现这首诗是用汉语书写的时候，我们瞬间来了兴趣。为了让网友能够看明白这首诗的含义，领略这首中国古诗的美，这家媒体还多方搜索，找出了多个英语翻译版本。他这个翻译的水准我就不多说了啊，也难怪中国诗词的意境想翻译好那根本不容易。对呀、枫桥夜泊意境空灵旷远，内容小畅，希望加拿大的朋友们好好品味一下其中的美妙吧。是，都翻译成什么了？在地铁一书成名之后呢，三月初又有人看到这位华人老大爷在公交车上写汉字了。能够有机会再次见到这位老大爷的手艺，网友们也雀跃起来，又是点赞又是主动当翻译的。他们不是翻译，是写了一些祝福的话啊。要说这个文化呢，比如说诗词音乐呀、那真的是无国界的。哎呀，我建议啊，这位老大爷，您得空再把宋词给他们写几首，对吧？把他们全给震了。翻译软件我估计肯定是翻译不好。对，因为文化自信魅力无限嘛。是啊。说一下我们接下来关注新闻。最近浙江胡先生的一家的经历呢，可以说是惊心动魄，劫后余生。一念之差，三条人命得以保全。对于胡先生来说，四号那天发生在高速上的那场事故，如果不是他当时的一再坚持，当那辆货车呼啸碾过自家小车的时候，自己的老婆和宝贝儿可能还在车里。对，上个周末胡先生带着老婆孩子回趟老家，上了高速之后，没想到开到一半，车子突然就发生了爆胎。而就在胡先生把车停在路边后不久，可怕的一幕发生了，一辆重型的厢式货车是径直朝胡先生的轿车冲了过来，只听啪嚓一声巨响，碰撞产生的巨大烟雾，这货车直接从小车身上碾压过去，硬是将小车压在身下挪了20多米。看着自家的小车变成了这样，胡先生汗都下来了，他不光是心疼车，更是觉得后怕，要是刚才不是自己坚持把媳妇儿跟女儿叫下来，那个后果都不敢想象。胡先生说呢，他停车的位置呢刚好有立着这个宣传标语，发生事故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的宣传语，立即报警的宣传语。那看到标语的胡先生立即将车辆移到了硬路间，并拨打了报警电话。对，当交警了解情况之后，立即指令让胡先生抓紧时间将车上的人员转移到右侧护栏之外，而胡先生也不敢怠慢，立刻让媳妇儿还有女儿下车，因为当时4、5岁大的女儿一直在发烧，在妈妈的怀里睡着了，其实突然被吵醒，女儿很是不情愿，叫嚷着不愿意下车。孩子不好劝，好在胡先生坚持安全是第一位的，否则就亲人两行泪了，还是硬生生的把女儿唤醒，将媳妇儿女儿从车里边拉出来，撤离到右侧边护栏外，他又跨过排水沟，刚准备回身抱孩子，可怕的一幕就发生了。对啊，货车撞上小轿车的巨大冲击力，把胡先生的女儿就冲到了排水沟里。幸好孩子当时除了受到了一些惊吓，哇哇大哭之外，好在身上还没有一些其他的伤。胡先生自己讲啊，半条命都吓掉了。还好这个人都走出来了，站在外边，不然今天就交代在高速上。当然，事后经过交警调查，当时这个货车驾驶员是因为注意力不集中，过了弯道之后，他没有第一时间的注意到当时停在路边的轿车。而等这个司机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再想减速其实就已经太迟了，整个车就径直撞了过去。交警同志呢也说，好在是胡先生当时明智的决定，挽救了一家三口的命。看来高速路上的标语还是挺有作用。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条标语，叫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看着简单哈，但是当事故发生的时候，它真的能够救人一命。车靠边就是一旦发生事故后，人员切记不要在高速公路上逗留。车辆能够移动的，应迅速将车辆移至右侧硬路间，或者是就近出口驶离。人撤离就是无论车辆能不能移动，这司乘人员的人身安全都是最重要的。发生事故之后，应该迅速转移到右侧的护栏之外。
即报警，就是在撤离之后立即拨打高速公路的报警电话。最后还是各位驾驶员啊，这个开车上路咱们提醒一下，谨慎驾驶。祝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张老师，新闻速读120秒。说近日在福建厦门，一男子酒后驾驶摩托车遇交警拦查，男子急停甩尾，一脚油门，技艺娴熟的越过斑马线，慌不择路逃进了交警大院。民警见状笑了，门关上门关上。随后男子被交警抓获，经检测其涉嫌酒驾，将被依法处罚。说近日在江西宜春，一个饭店的门锁被破坏，店内15瓶白酒被偷走。饭店老板调出监控发现，小偷在拿走白酒后顺手把摄像头也带走了。据犯罪嫌疑人交代，当时以为拿走了摄像头就没有记录了。小编提醒这个小偷，光偷摄像头没有用啊，你要是想保险，最好把老板都偷走。说南京某医院的皮肤科医师任芳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见到的最小脱发患者是12岁，而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统计，平均6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脱发症状，30岁前脱发比例占84%。任医生表示，缓解脱发的建议是保持充足的睡眠，饮食健康。对此，我栏目英年早秃的小编表示，看到这么多人都脱发，那我就放心了。说长沙的陈先生平时性格开朗，近一个月来却总是失眠，莫名的烦躁，甚至无法正常工作。经湖南省脑科医院诊断，陈先生是因为长沙多日阴雨患上了季节性情感障碍，也叫做冬季忧郁症，是一种抑郁障碍。怪不得张学友早就唱道，天下起雨了，人是不快乐，我的心真的受伤了。2019，想要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怎么办呢？嗯，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对，下载。怎么扫描会吗？我不怎么会。我觉得特别要教一下，就是像你这样的有一些确实不太会的朋友，拿出手机，那个微信上面不是有小加号吗？然后扫一下这个二维码，扫完之后呢，你就可以识别下载我们辽宁广播电视集团的北斗新闻的客户端了。对了。这个北斗新闻客户端目前已登陆各大应用市场，APP 内设有辽宁号、市县区、现场直播、北斗号、短视频、观点等多个内容板块。有好多，除了你说的之外，还有很多。憋住了、啊。对，因为在这个视频当中，我们可以看新闻。因为比如说在那个首页哈，我不知道现在已经下载的朋友是不是可以看到了。您直接打开之后，然后点开首页，你发现最下方的第一个那个新闻选项里面就有像社会啊、体育。啊，各种各样类型的热点新闻，而且呢，里面还有我们辽宁广播电视集团新闻中心自媒体辽宁号的独家新闻。是，如果说您想看一些大事件的直播，还有我们辽宁广播电视集团策划的一些直播，当然这个你就可以点击那个首页下面下方的第二个那个直播按钮就可以看得到了。哎，如果您正在外出出差的路上、嗯，没在家里边，没电视机，你突然想蝈蝈了，不是你突然想老杨了，你突然想靠我们说天下了，这时候注意怎么想，您就可以点中间这个电视，对，啊。点这电视，海量资讯尽收眼底，就能看见我们说天下。对，因为总有朋友通过微博呀或者其他渠道问我说，哎呦，我怎么样能够看你们的节目，今天没有看到，现在告诉你了，下载北斗新闻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说天下，其实包括我们辽宁广播电视集团的好多节目第一时间、啊、在里面都可以看得到。好了，今天是三八妇女节啊，在节目结束之前，你让我说一句，祝所有今天在工作战线上的女同志们、女编导们、女领导们，在工作战线的女同志在这儿呢，你往那儿说什么，外边还有女当这个节日快乐啊！好嘞，谢谢。希望你们有崭新的春天，崭新的季节。谢谢各位理解我们的男同胞，谢谢你们。节目的最后呢，一首好听的歌送给大家，说天下，明天见。我今天没保住。当年的海风掀开厚重的面纱，梦和初心的队伍从脚下开拔，一条长路越走越宽阔，希望的田野开满了鲜花，古老的大地重生崭新的神话，诗和远方的目标还没有到达，千秋大业越来越壮丽，春天的故事传遍了